I don't know. I hope I don't fall. 消息在股票发酵当中，延长接受交易指令的时间通知。这个延长可能真的对于很多人说，其实也是蛮鸡肋的事情。对于普通散户来讲，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是呢，很多人还是对这件事解读啊。当然，这样的一个调整本身也是向听取的心声做的一个微调啊。虽然仅仅是短短的五分钟的这个交易，连续交易的，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就是上了之前的很大的一个漏洞啊。当然，离这个延长真正的意义上的延长交易时间还远。这个交易时间太短，这个事情是备受诟病的。当然，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太长，而是 T 加0的问题。T 加1和 T 加0，如果不做 T 加0的话，六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其实对于普通散户来讲也足够了。我自己也感觉这个交易时看票啊，不一定看得过来。交易时间延长了，可能更看不过了啊，瞬息变化那个。跳来跳去怎么受得了，所以这方面呢，股民应该智啊，反映自己的身，反映各自的诉求，便于上交所进一步的优化它的各项措施和政策。